在2018年推出的最新单曲《等你下课》。你住的巷子里，我住的一间公寓，为了相遇你不期而遇。高中3年，我为什么不好好读书，没考上跟你一样的大学，我找了份工作，秘密宿舍很近，我开始学会做蛋饼，我才发现你不吃早餐。哦，你又擦肩而过，你还在听什么？能不能告诉我，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，教室里的灯还亮着，你没走，记得我写给你的情书，都什么年代了，到现在我还在写着，总有一天总有一年会发现有人默默地陪在你的身边，也许一起走好吗？哦，弹着琴，唱你爱的歌。